继上次7-11推出爱恋草莓季之后，这次再推一波樱花粉红热潮。不管是零食、咖啡、几点、饮料，甚至生活小物，一次推出一系列樱花季梦幻限定商品。为了迎接暖暖的春天到来， City Cafe 特别推出樱花风美眉拿铁，另外还有4款少女感十足的樱花限定酒，每一款都有满满樱花装饰。还没开始喝，心情就已经好一半了。樱花风美眉拿铁65元大杯，冰饮60元中杯，热饮使用美国品种草莓甜心茶里及全明星品种，此品种果实肉质颜色饱满，甜度香甜，制作成草莓浓缩原汁，融合 City Cafe 拿铁，并撒上草莓果干，表面呈现樱花花瓣视觉感，是一杯少女心满满的完美咖啡。樱花风美眉拿铁全国限量30万杯，另外从2月26日起至3月10日一次购买2杯 City 系列饮品大杯以上，不含 Espresso， 任选2杯7折。 Joyous Rory 美酒售价329元。2020年 7ELEVEN 樱花季限定商品，不添加任何人工香料、色素，减糖减酒精度，饮用口味清爽。 Till 的2月26日至3月24日尝鲜价2入88折。乐天出饮出了水蜜桃沙瓦，售价59元，超商独家限量贩售。人气 Cacao Friends Day Peach 合作，以烧酒为基底的水果酒，水蜜桃含量高达 10%，香味浓郁。 Till 的2月26日至3月24日尝鲜价2件88折，3件85折。乐天费兹啤酒售价58元，知名啤酒品牌，现在 7ELEVEN 独家销售樱花包装，有别于一般啤酒的苦涩口感，清爽顺口是它的一大特色，适合不喜欢苦味啤酒的女孩们。2月26日至3月24日尝鲜价2件88折，3件85折。麒麟一番榨 500cc 罐3入，售价180元。麒麟一番榨不用介绍，大家都知道它的好，这次换上樱花包装，满满少女感。另外从2月26日至3月24日超值特价只要153元，每买一组还可以3家活动周限量樱花杯以及杯。樱花洗澡土杯店售价139元，除了上面介绍的饮品之外，7-11这次还推出迪士尼樱花系列商品，软萌系代表的手绘迪士尼洗澡土杯店，樱花造型的杯垫上面上着疗愈的小飞象玛丽猫、奇奇弟弟和小鹿斑比，很适合放在办公桌上当装饰。 Tilda 樱花鞋型桌上收纳盒售价350元，樱花折叠两用面纸盒售价299元。27/2上市 7ELEVEN 独家首卖收纳盒，可以摆在桌上，也可以放在层柜上做收纳，美观实用，一次兼顾。两用卫生纸盒可当做收纳盒或作为面纸盒使用，肖像贴片可取下当磁铁使用，内部隔间可依需求调整功能。 Open 小将樱花粉娃娃售价499元， Open 小将换上粉嫩新装，粉嫩樱花色极度梦幻，让人无法抗拒，洋溢着春天浪漫气息。 Tilda 预购时间2020年2月24日上午11点起， Tilda 至2020年4月7日不管是樱花风美眉拿铁、樱花限定酒，还是迪士尼周边商品，每一个都像是换上粉色滤镜，让人看得少女心满意，想要一次全部通通带回家。波浪号波浪号。